7月28号晚，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举行，太阳神鸟点燃了烛火炬塔，大运圣火照亮夜空，拉开了这场青春体育嘉年华的序幕。开幕式精彩纷呈，形式多样，充满了青春活力和运动激情。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陈维亚表示，整个开幕式就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开幕式。我认为整个的开幕式，我们的精神内涵命题为一个阳光灿烂的开幕式，在这点上我们就做到了。从整个这个开幕式过程可以看见，全世界的青年人们在现场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活跃，是吧？我们的表演也是那么的精彩，我们也体现了年轻人这种追梦向上的一种精神情感。我觉得整体来讲是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指标，就是叫做在成都我们成就青年人的梦想，我们共同追梦，阳光灿烂。为什么用阳光贯穿了整个开幕式？陈维亚说出了他的想法。大家都说青年人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他们最容易追梦，最容易攀登，最容易追寻阳光，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倒计时，太�12鸟放出了12道金芒，引发了空中19、87粒子12个倒计时的烟火，开启了本次开幕式的大幕。到最后，太阳神鸟从盛冉冉升起，31名火炬手，是吧？在我们这个成都籍的宇航员叶光富的带领下，共同点燃太阳神鸟点火器，引发空中12道火焰金芒闪射，一直到直至点燃场外200米以外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壮观的这火炬塔，圣火点燃，从头到尾都把这个概念贯穿始终。文艺表演还密集呈现了三星堆、川剧、大熊猫、火锅、芙蓉花等四川元素。陈维亚介绍，开幕式为世界青年端上一道中国风巴蜀韵的文化大餐。时间要求都短，所以我们把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呢，除了表演以外，也融入到了仪式当中去。川剧变脸啊，在场上用数码、用阳光粒子变成川剧的这个脸谱的变脸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的引导台，就是我们成都地区的蜀绣大师亲手绣出来的。现场年轻人们和这欢快的圆舞曲音乐和大熊猫之间翩翩起舞。提到参与开幕式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陈维亚满是感动。他说，体育不仅是体能的运动，也是民族精神的展示，而体育盛会有着提升精神与凝聚人心的作用。99%的参加大运会开幕式工作的演员、志愿者们全是大学生。在整个创作排演过程中，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大学生的青春朝气，不叫累不叫苦，这个我特别感动。所以每次看到他们，我们都是热泪盈眶。空中表演、长期的训练、仪式标兵长达1个多小时不停地跳舞，那荣宝们在这冲击我们一头 一身都是汗水，还是保持着特别可爱、萌态可掬的这个状态呀，迎接运动员，这些都令我们感动。成都大运会是陈维亚第二次担任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早在2001年，他就作为总导演指导了第21届北京大运会的开幕式。时隔20多年再次指导大运会，陈维亚觉得自己又一次成就了自己的梦想。又当了总导演，我觉得很幸运、很荣幸。我说我们主创业整个过程就是一次追梦的过程，追寻的梦想在成都绽放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从创意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5个年头了，在这过程中这么大的这个命题和压力始终伏在心上，不断的推迟，它其实是一种特别艰苦的过程。虽然推迟了，你心还不能放下来，创意还不能停止，所以特别的艰辛。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推迟也逼得我们在再仔细的寻找思考什么样的方式最能作为最精彩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开幕式，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考虑。